Hello，大家，欢迎来到我的纽约的 Vlog。对，我又要去纽约了，那我准备要出发啦，纽约见吧。我现在准备出发了，拿了好多好多东西。加油啊，冻死了！这个好久没有穿得像人了。女生乱乱的房间，这个是 Sisley 的全能乳，居然有50毫升包装的，好神奇哦！打算回去买了。这照片还是录像？录像啊！我们现在在纽约的第五大道的附近逛街，超冷超冷，待定逛街。好困啊！经历了刚刚我们四个女生艰难的大概花了3个小时的出门以后，我们终于出门了。我现在准备去逛个街，然后晚上想吃火锅。现在整个人都是，我现在整个人都是困到累到变形。然后呢？来接我了，我要去吃香天下。今天早上起来就超想吃火锅，然后我的曹晨就来接我吃火锅了。又见面了呢，又见面了呢。上期 vlog 你都没有好好跟大家说话，上期有点不太正常。今天来吃这家香天下。
曹晨又送我回家啦。曹晨，我是真的心碎了。大早上发现，大早上把它摔了，然后就粉碎了。为什么香缇卡的粉饼这么容易碎呀？我真的好伤心，因为我之前这个碎到粉碎，然后刚刚买了一个新的，这个就碎了，我好难过。我们现在准备 check out 了，天哪，看我的眼睛肿了。因为 Crystal 想吃韩餐，所以我们可能现在买个奶茶，然后吃个韩餐就回纽约啦。我的 AirPods 只剩一只了，左边那只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然后我的耳钉也只剩一只了，另一只就是掉到下水道里面了。好累哦，还要开回去，好多好多作业没有写。天哪，我们买的茶，好幸福。我们四个人就七杯茶。什么？我们四个人买七杯，真的。真的，好可怕。天哪，这个好好看的茶，好好看的紫薯脏脏茶。那个人是不懂英语。我们在录像吗？嗯。Hello。My God， 梁静啊！啊，我待会会把就是这里你放大，你知道吗？就这里放大，放超大。其实我一口还没喝。好喝吗？家居然有这么多人在，好难得。拜拜，拜拜 ，Bye guys， 拜拜。回家好好写作业哦。好，你也是。加油，拜拜。现在只剩我自己了，好孤独哦，要一个人睡觉。我现在要开始孤独的剪视频了，疼疼，痛苦。这次纽约之旅呢，虽然很累，但是也蛮开心的，吃了好多好多好吃的，然后也见到了好朋友。可是明天就要上学了，那今天这样，我们就下星期见。